又食 buffet 五星级嗰只啊？大人$100就食到，五岁以下嘅小朋友仲要免费啊？咁啊真系唔怕食多餐、啊。Hi YouTube， 我是 Ryan， 是啊，冇呃你噶。今次我哋介绍嘅五星级酒店 buffet， 大人真系$100就食到啦。今次呢个优惠咧就系五星级酒店九龙海逸君卓酒店嘅最新 promo， 只要一位大人俾正价食自助餐，同行嘅一位成人、小朋友或者系长者咧，就可以用优惠价$100食到佢哋嘅自助餐啦。所以两位大人俾正价，就可以带两位$100嘅优惠嘅客人嚟食，如此类推。这个优惠咧系适用佢哋嘅自助午餐、自助晚餐，或者系周末假日嘅早午自助餐嘅。今次嘅优惠，一位正价大人再加一位$100嘅优惠价，平日连埋加一咧只系768啫，即系每人384就食到啦。而餐厅呢度五岁以下嘅小朋友系唔需要收钱嘅，六岁以上先至正式收小童收费。好啦，唔讲咁多啦，知你哋都肚饿噶啦，睇下我哋当日咩好食啦。呢度嘅自助晚餐就有即开嘅生蚝，当晚就有法国嘅生蚝。你睇下粒粒都好新鲜，其他海鲜咧就会有松叶蟹、翡翠螺、青口、冻虾、面包蟹，而面包蟹咧仲有劲多蟹膏。刺身方面特别少少嘅咧就有牡丹虾，仲有笔记贝、吞拿鱼、三文鱼同埋油金鱼，而寿司都系摆喺呢一个位置。如果啱啱介绍嘅生蚝唔啱食，素食方面都会有两款焗蚝，仲会有一款日式嘅炸广岛蚝。而中式热盘方面都有贵价嘢食，蚝皇扣花胶、红烧海参扣鹅掌、XO 酱炒带子、黑松露炒饭同埋炸虾球呢啲。当然嚟食 buffet 又点会少得呢啲邪恶嘅香煎鸭肝呢？仲有烧牛扒、烧羊架，仲有烧菠萝添。而且餐厅呢度咧仲有个咖喱角，讲紧嘅咧唔系三角形嗰啲，而系佢哋每个星期都会提供唔同款式嘅印度菜，就好似呢个印式嘅烤羊肉串。大厨咧就用咗免治羊肉，捞埋咖喱嘅香料直接做羊肉串，所以系唔使点咖喱汁都已经够晒味。仲会有咖喱海鲜、咖喱杂菜同埋咖喱鸡。而沙律方面咧，呢度就有好几款捞好嘅沙律，不过我就发现咗一款几特别嘅嘢。就是呢个烤南瓜沙律，仲会有个可以自己捞嘅沙律吧。甜品方面佢都会有新款，焗日本软芝士燕窝布甸、榴莲 mousse cake、水顺圆饼。记得食埋海日集团最出名嘅芒果拿破仑，当然仲会有其他甜品嘅选择啦。而 Mover 皮雪糕咧就系任食嘅，而且呢度仲有五只口味俾大家拣。饮品方面咧，咖啡茶嗰啲太简单啦，酒店咧就竟然有得饮中式凉茶，仲要每日都有唔同嘅款。而我哋当日咧就有呢个竹蔗茅根水同埋五花茶。当然想饮下酒嘅话咧，额外加$95咧就可以无限畅饮佢哋嘅啤酒同埋红白酒啦。条片咧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。今次嘅优惠详情啊、自助餐价钱，我哋都摆咗喺下边 Inform Boss 嗰度。想订位嘅朋友可以 click 翻入去佢哋嘅官网 eShop 就得噶啦。我哋咧就继续发掘一啲抵食嘅自助餐优惠介绍俾大家。记得订埋我哋 YouTube Channel。加埋隔篱嘅钟仔 ，like 埋我哋 Facebook，follow 埋我哋 IG。今次条片咧嚟到呢度就完啦，拜拜。